为了让北港顶面会当方便取得马上就会当使用的消毒水，顶公所已经开始在北港运动公园来发放消毒水，而发放的消毒水也已经由清洁队调配完成，民众提回去就会当直接使用来消毒。骑到奥多麦，载着空罐仔，准备要来领取消毒水，将厝内做彻底的消毒。现在国内肺炎疫情犹原严重，所以消毒是现在防疫工作当中上重要的一部分。擦桌子啦，地地板吼，搓一搓啊，嘿，溜溜的啊，就很照顾大家啊。哎呀、啊，谢谢啊。这可以减免我们老百姓的一些麻烦了，他都已经帮我们调配好了，回去就直接可以擦拭了，可以用了。就这三桶啊，再回去刚好一次可以用完。北港顶公所为着要让民众方便取得会当直接使用的消毒水，现在已经开放民众在北港运动公园每日固定的时间来领取免费的消毒水。每一间公所拢提供大约7-8千公升。目前因为肺炎疫情严重，所以每日的逐天拢会当来领取。那我们发放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11点，然后下午是2点开始发放，发放到下午4点。那每天的发放量呢，大概是7000到8000公升左右，就发完为止。那这个漂白水回去呢，就不用再稀释了，可以直接使用。来这边领取的民众，我们也会给他一张这个使用说明书。那有不清楚的地方呢，可以看参阅里面的内容，还有一些注意事项。电公司目前无限制民众一概领取的量，但是来领取的民众都要注意要用无透光，不是金属的容器进来领取，也要注意消毒水是来消毒物品，使用的时阵都要注意通风，以及挂嘴暗甲手套。记者陈贵族差不多。